韦仔拍日本片被轰，刘嘉玲相信会无限期搁置。我知道啊，我今天来的时候听到电台那些人在那里说、我据我所知的这套戏是09年的时候已经是接了，但他一直都没有期，但是一直个导演等他等他。他会不会因为敏感而推了他？因为好像阿孙男都是东京揀到他，现在没出来。我想现在这样的情况一定是无限期搁置，一定是咯，是啊，是啊。你觉得演员其实都很无奈的这些情我想我们爱国的精神一定要有咯，即是主权的问题一定要很强硬咯。但是人与人之间我觉得应该是、大家互相帮助和互相相爱咯，互相爱咯，是不是？